一千来块钱吧。挺讲究啊，这瓷片都糊墙上。瓷片。不是很老，南哥左右的瓷片。这个玩意儿啊。我上往这边来，那边有点暗。这个你想卖多少钱？谁大爷？想着卖11000吧。11000。啊。锅送给你，我看你钱也不要了。这两个给11000行吗？12000吧。11000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。少给1000块钱行不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。给便宜点，对吧？这年轻人也不容易下个乡。卖的他吧，买了个洋灰吧，上岁数了不能干活了。这个东西他们来出，估计也就给个8000-9000、几千块钱。不，这玩意儿给了一万他俩，给了一万卖。啊，想卖12000。啊，这个是老了，这个是个对吧？得有好几百年。这个、啊、这个不是很老，50-60年，黄杨木的这个。啊，两个12000喂几个羊？啊，想着买几个羊。还能让年轻人点钱吗？不让了。就是12000。嗯，少了不卖。哎，然后给12000就卖。哎，啊，行，那个给你12000。啊，是吧？啊、喂老了喂几个羊也挺好的。啊，对吧？现在让喂啊，村里让喂。让喂。啊。